主料：萝卜300克，猪肉5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辣椒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萝卜清洗干净，叶根分离，根部切片，叶清理干净，切断。猪肉分开切片，猪肉分开切片。锅里下肥肉，煸出油，下瘦肉翻炒，炒至猪肉变色，下萝卜片炒半熟，下叶子，炒到七八熟，下辣椒粉翻炒匀，加半碗水进去，煮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水不要加太多，这种小萝卜很容熟，煮烂了口感不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